杭州宝出北路19号门口，一辆奔驰车追尾了一辆大众轿车，据说事情的起因和睫毛有关。这个地方怎么会追尾？慢一点。他这里慢了一点，然后我呢刚好眼睛不舒服，动了一下眼睛，等到抬头。眼睛男人睁开眼睛想要斜出去就已经来不及了。眼睛呢？今天睫毛不舒服。睫毛不舒服，弄睫毛你一两只眼睛都不肯弄吧？总是一只眼睛弄，一只眼睛还看得到的吧？这里痒，然后这个没有看，没有看，真的是没有看。看的话吗？我老早刹车踩下去的，没有看。没玩手机啊？这是假睫毛是吧？这是种上去的吗？还是什么？种上去的，我看都下面，你这个这边你都往下挂了，往下挂你肯定要刺到眼睛里面去啊。所以就是今天刚好不舒服。啊，装了几天了？第一天刚种好的时候是好的，但是有可能就是有后面不是会要再掉了吗？嗯。刚刚从那里干的，我就是这个车的。现在是人有点不舒服。现在人有点不舒服。心脏不是太好，一直当然。啊。在放着。你是有高血压还是什么？我有高血压。去医院检查一下吧，去先测血压，去量一量。奔驰车右侧车头撞上了大众车左侧车尾，奔驰车受损严重，大众车除了被撞的凹了进去，驾驶员说车子还有一个地方受损。掉了。嗯。这个撞破掉了。这个怎么会掉？就是它的震动太厉害了，你看我现在人都是晕的。你在看这保险公司吗？问他们保险公司吧，保险公司都愿意赔。啊，已经保险公司啊？哎，对了，对，啊，你们 4S 店的？哇，你们 4S 店好快，他这样修修也不少钱吧？他这个大灯还是配的，他配的这个灯15000。这个在文山宝出的南口啊，反正这个简单的追尾事故，受损部位它是车头，你是车尾啊，反正你人员的这个有头晕这个等症状，我也给你写上去了，那具体还是要医院检查为准啊，反正事故他负全责，你无责啊，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。这个看一看，这睫毛不好你开车子更加危险。这个东西